们首先知道题目它是说 A B， 任七连续七个数字加起来都会是三三的，所以我们先把 A 一点点点点点加到 A 七，会等于三三。那 A 二加到点点点点点加到 A 八，也会等于三三。那这中间消除后，我们就可以发现 A 一会等于 A 八，然后也会等于什么 A 十五啊之类的。然后经过这样结算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个任在 A 里面的一个数，它会等于加上七加上七的 A 七好了，或者是 A 加上减掉七 A 七，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首先题目给我们条件是首项为五 ，A 一等于五，然后 A 两百等于七，然后我们把七除以两百，我们会发现它余四，然后我们就知道它是A 四加上二十八等于七，所以它就会等于四，好，所以 A 四会等于一，然后 A 一等于零，那 A 一二二用同样的方法，它会是余三，所以它会等于 A 三。A 一二等于七，所以 A 三也会等于七。然后接下来都是一样的方法 ，A 三加上 A 七三会等于 A 三加 A 五，然后会等于十六。那 A 五嘛 ，A 三会等于七，所以这样减下来的话 ，A 五就会等于九。那继续的话是 A 八加上 A 一六一定会等于 A 一加 A 七。啊，我们已经知道 A 一是五啦，所以 A 七会等于二。然后 A 五加上 A 八十六会等于 A 五加上 A 二，那我们就可以求出 A 二为负三，因为前面已经提到过 A 五会等于。然后把 A 一加到 A 七，可以求出最后一个剩下还没求出的数字，就是 A 六。然后再用前面的方法 ，A 这个会等于 A 七嘛，就是它会被七等除，它就会等于 A 七。那 A 七再等于二，前面有提到过。然后 A 两百会等于 A 六，会等于三。然后 A 一百会等于 A 六，会等于十二。然后这就是答案。